今晚登场的首位跨界歌手，他是上一场的喜剧之王，他极富磁性又充满魔性的声音让人印象深刻。他让我们知道，原来红票并不是代表完全的胜利。哎呀，太好了，第一个。今天这首歌好嗨的。有时黄票也是人生的赢家。有请第一位跨界歌手王祖蓝。老师好，哎，祖蓝好，祖蓝好，哎呀，太好了，哈哈。Hello, hello, hello. 祖蓝要介绍一下，因为今天颜值老师换成丁薇老师。哦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新晋评委，著名音乐人丁薇。哦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他是严肃老师，我是严实老师，我们是一辈的。怎么样，今天出什么招啊？选了一首非常开心的歌 ，Jumbo。Jumbo， 为什么会挑这个歌 ？Jumbo 就是开心呢，有点 Bollywood 那种感觉的。哦、那来一下吧 ，OK， 来一下。你看我，我看你，看着我，其实我又怎么可以过？你看我，我看你，看着我，其实我又怎么高兴过 ？OK， 啊，这就 OK 啊，这样你就想上去？太混了吧！显然没把新的严肃老师放在眼里、啊。对，没错。我是第一次见你啊。哎，再来，再来，再来一个。不能唱这两句，唱其他的。我就是看你唱好不好？好。你看我，我看你，看着我，其实我又怎么得意过？这句听过了。你看我，我看你，看着我，其实我又怎么高兴过？副歌，副歌。哦，副歌。你可不必问我，我也不想，我也不能，我也不会老实对你说。恰恰恰莫，恰恰恰莫，恰恰恰莫，恰恰恰莫。恰恰莫，有点诚意了吧？是不是我太年轻了？我完全没听过这种歌。啊，你真的没听过？真的没听过。真的没听过？是听到的不多。哎，好像是一个老的一个黑白片。对。而且我觉得这个歌很有意思的是，它的节奏是拉丁的。是。但是它的跟中文的结合又非常本土化。是。所以你选这首歌有意义。就是把老歌唱成新歌，对，然后让这些新的听众可以欣赏，对，要这样，年轻老师都可以听到这首老歌。我是觉得这个歌很像是以前老上海的一个延续的方向。对对对对，因为上海那个年代是接受西洋音乐啊最丰富的一个年代，对，所以那个年代的音乐很多样化，中西的元素都有。但是你今天呢、啊，如果上不去的话，很可能是因为你把一首中文歌唱得不像中文歌。然。还像印度歌，我的中文不好吗？没有没有没有。好，我们先把通道开启啊。我把我这一票的权利送给丁老师。好，我也送给丁老师，丁老师你觉得？我不能第一个人就做恶人吧？我想看看上去到底会变成什么样。对对对。但如果不好的话，到上面我可以骂他。好，上去加油。谢谢。别高兴得太早啊，唱不好我就把你降下来啊。那我早点离开这个圆台。挺高的，祖蓝站的哈，你看一看大长腿。恰恰莫，包不婆，你看我，我看你，看。
看着我，其实我又怎么得意过？你看我，我看你看着我，其实我又怎么高兴过？你可不必问我怎么得意，怎么高兴，怎么快活，到底为什么？就是你来问我，我也不想，我也不能，我也不会老实对你说。恰恰恰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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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恰恰不，一定要我说，也不过模模糊糊迷迷糊糊恰恰不，还是别管我，也可以变得讨厌，变得啰嗦恰恰不。恰恰恰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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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恰恰不。开心了，这首歌就是这占卜，大家都可以欢欢乐乐的开场啊，太好了。占卜什么意思？占卜什么意思？这占卜就是没意思。哎，老宋你不知道，乐坛有两首歌都有卜是没有什么意思的，一个是叫占卜，另外一个是拉加卜拉加卜，所以卜都是没意思。耶，你怎么没有耶？但是叫占卜叫占卜。什么叫有机电视？就可以吃啊，可以吃的。下一次人家问你高不高兴，叫占卜。吃饱了吗？叫占卜。叫占卜。睡够了没有？叫占卜。祖蓝唱的怎么样？叫占卜。祖蓝这整个的表演过程啊，就是两个字叫精准，你就驾驭了整首歌曲，所以看得我真的是非常的叫占卜。我小时候真的住这种地方，大家一出来就会打个招呼啊，一家人一样，一家人一样，哪怕是没有钱，快乐都送给大家，你们快乐吗？哎，刚才你鼓掌的那个地方，大家好想跟你一起鼓啊，没有跟上节奏，累不了，你再来一次，我们跟你一起，地方，一二三四，蹦啪啪蹦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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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哇，好厉害哦，掌声，节奏感好强。这会儿就累了，耷了眼皮了，眼睛亮了吧？还行，还行，眼睛亮了，很有神，何止是亮，都红了。我今天选的这首歌不是那种啊，唱功要非常厉害。哎，我觉得不要误导，这种歌要唱功很厉害才能驾驭的啊。哎，一般的流行歌曲那个唱功不要怎么样，也可以唱的有点感觉。可这种歌要唱功很厉害。你就是那个叫占卜。
这真不，哎呦，今天什么话都不用说了，对，都是这个词就够了。对，我想用折磨这个词来形容你，至于捞仔老师，至于我们的乐队。为什么？他会自己给我们的编曲提出很多很多的建议。捞仔老师现在好像胡子都好长了，以前只有头发长，现在头发胡子都很长。你不仅跟捞仔老师邮件去交往，他还让他的音乐老师、声乐老师跟捞仔老师对话。一个母语是英文的人和一个母语是国语的人，要不断的用粤语来交流。你原来那个 email 俾我咧，有看我冇睇到有那个。哦，我有个 score 喺度播，即系播第二首，但系睇下需唔需要。自从祖蓝来了之后，这个舞台的规矩变了，就是好多歌迷为了留下他，居然不摁红灯，摁黄灯。啊，下一期的歌，我告诉大家，如果真的让我继续留下来的话，保证有惊喜。但是我还要告诉各位，如果他本场红灯特别特别多的话，他还有可能唱第二首。那黄灯还是红灯呢？红灯呢？叫詹博，詹博，交给你们吧。好，做好准备。韩后天然嫩白 baby 白，观众投票时间，请投票。投票通道关闭。一起来看结果。他们是有多爱你？哎呀！他们就是爱你，就要留下你，你怎么办？小詹宝，小詹宝。哎呀！我什么灯都不数了，因为我觉得我已经搞不清楚这个规则了。究竟我要黄灯还是要红灯？我觉得。我不能够继续这样下去，下一期我一定要红灯比较多。还有，我相信他们今天离开之后呢，就会记住了贾占宝。我想刚才祖蓝开场这么热闹，肯定会给下一位歌手带来很大的心理压力，因为下一位歌手是补位的跨界歌手。大爷，别装了，快去吧。回头给你们开个会啊。赶紧的。他呢是一位搞笑的高手。他还是东北 F4 之一，试唱去，能不能上？再次一举。初来乍到，他要给我们带来很多的惊喜，而且他潜能无限。有请五位跨界歌手，小沈阳。哦，阳阳好，李德沈阳，三位评委老师好。我是潘粤明的帮唱嘉宾。我跟你讲，他曾经是我的对手，歌唱的比赛，歌唱的比赛。但是我们很友好、啊。你觉得友好，我们并不是那么的觉得，我并不是那么的觉得。我并不是那么的觉得。啊，我听出来一定是杨阿姨，因为听他俩说话、就是。但是做人要看往后啊，你像今天这样，又落在我手上。对，我们是一伙的，好不好？是一伙的，好不好？今天是不是有飙高音啊？这口气哦！你当年就是用高音把我们给哈哈。今天还真就不是飙高音，这回唱的全是走心的东西。走心，他也是江湖人称“乌走心”嘛。对，走点心其实难度比高音还要大。对，但你穿成这样，这衣服穿的是跟我接下来这首歌有一定关系的。谁的歌？刘欢老师的一首《情愿》，霍雨岩的主题歌，很有味道的一首。嗯，对，那是不是又缩脖子，又缩脖子？刘欢老师是要看我们节目的，大家注意一下。对，我以前也模仿过刘欢老师。好，刘欢的歌走一个，模仿一下，有好多年没模仿了。我和你手牵手，相会在北京。词儿好像不对啊。哎，模仿刘欢还能把歌词给唱错，这个态度。心连心，不是双连心，竟然输给一个脑子不好使的对手。这个你看，来，麻烦走心，整两句哈。
多少年情不断，多么想抱你怀间。两句，你以为两句就可以打发我们了？因为这歌很短啊，再唱一句就容易唱完了。那就不用比了，下一位。我心里不会这么狠，我是不记仇的人。但是你是例外，对，报复的联盟啊！至少这两句比刚才祖蓝那两句真的是，对，刚才这两句真的唱的挺尖功夫，而且他天生的嗓音是的特别够用，得天独厚。对，好吧，洋洋，你能不能上去？我们还真的要严肃投个票啊！好，先把这个通道开启，看看你能不能上去。老吴作为要打击报复的对象，你的看法是什么？我想把他升上去再打击。招人心呢？我还是挺期待的。好，唱到你刚才讲的走心啊，还是要再沉一些。希望今天给我们带来一个特别好的表演，加油！耶、yeah, ，谢谢。小心啊，上去之后会被我二次伤害。好吗？不要啊，不要啊！老吴，你得派个翻译了啊，现在。你们越热情，我越紧张。不要太热情啊！不要太热情。好听哎，每次为难你都相约，你无私的体贴暖我心田，多少年情不断，好美啊，多么
哇，什么扎实，但是好温柔的感觉。哇，好紧张。